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ndy Young， 我是香港麗晶酒店的高炳行政總廚。香港麗晶酒店經過修復之後，洲際退役，由麗晶重新上場。酒店的格局雖然和之前大同小異，除了自助餐和扒房之外，最令人期待的就是 Afternoon Tea。 全天候的餐廳大堂走廊樓底特別高，再加上落地玻璃，不同的位置都可以飽覽到維多利亞港的無敵海景，一邊享用糕點，一邊欣賞日落景色，就真的好寫意了。酒店行政糕餅總廚楊卓賢，他對糕餅創作的熱愛可以在這個甜品櫃看得出，各式花式的小蛋糕賣相小巧精緻，而且都是三四口的份量。除了小蛋糕之外，還有圓個裝的蛋糕，款式不算很多，但是質量比起同區的酒店都很優質和很平均。而最驰名的三层假下午茶套餐每日供应，集合了咸甜美点、英式三文治和小巧甜点，配埋咖啡或者茶，都是传统的格局。三文治共有四款，都是在传统的款式中改良而成的。蛋糕和点心大多都是依照季节时令制作，每位客人都可以享用三款时日精选蛋糕。兩款現場即烤的糕點有馬德蓮貝殼蛋糕和招牌鬆餅，這兩款都是以本地的蜂蜜烤製而成的，而果醬會隨著季節的收成和節日變換款式。酒廊亦都推介多款精品的香檳，種類夠多，又可以試下非主流的佳釀。想享用更加特別的下午茶，不妨以魚子醬拼盤配搭就最適合不過了。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个钟仔啊！